接下来会用一种方法来处理情绪，它的名字叫做情绪文法。在过程中，我们会使用到你所挑选的字词。那今天的字词选的是幼稚园。在过程里面，你只需要感觉你的身体。好的。那当我有念字词的时候，你就跟着重复念。我们一开始会先念完整的字词，就是这三个字连在一起念。那中段我们会个别去念它里面每一个字。那到时候你也是跟着念，念完以后感觉你当下身体的感觉。好。所以如果准备好，我们现在就先开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首先，我们会先完整的感觉这整个字词，就是在你身上所感觉到的感觉。幼稚园，幼稚园。我感觉我的右脸颊有一些抽动，然后额头有一种微微的撞击感，然后身体刚刚大腿，两只大腿的地方有一点紧缩。然后身体微微的晃动，大概这样。接下来，我们是会一个一个字去念出来，然后你也是跟着附送那一个字，以后感觉当下身体的感觉。好，第一个字又，右，我的。左手掌感觉变得紧绷，然后有微微的热度，然后刚刚感觉右肩胛骨的地方有一个紧缩感。差不多这样。是，是，感觉，我的身体从坐骨到胸骨这边变热，然后有一点晃动的感觉，左右晃动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圆，圆，我感觉我的腹部，有一种前后震动的感觉，然后手感觉变得比较硬。手掌的部分，然后我的右侧，右侧接近横膈膜那个位置有一点抽动。接下来我们会把每一个字
转换成你刚刚描述的感觉。所以等一下我会念出感觉，你就只需要去感觉那个感觉，然后告诉我你当下观察到什么样的感觉。好。左手掌变紧绷，微微热。右肩胛骨有紧缩感，现在感觉那个手，左手的手掌到前臂的位置有一个微微的震动，一个持续的微微的震动。就这样子。从坐骨到胸骨变热，有一点左右晃动。刚感觉那个咽喉的那个支气管有一种紧缩，然后变比较硬的感觉。然后鼻梁。到咽喉这边，感觉紧紧的，就这样。腹部前后震动，手掌较硬，右侧接近横膈膜，有一点抽动。感觉那个整个从坐骨到上半身有一种很细微的晃动，差不多。接下来，我们还是做一样的事情。我会讲出你刚刚描述的感觉，那一样是去感觉这个感觉，然后描述你当下所感觉到的。好，左手的手掌到前臂，持续微微震动。现在是，哦，我觉得我的左右手有一种，刺刺的。刺刺的感觉，刺刺麻麻的。就这样子。咽喉支气管紧缩，变比较硬，鼻梁到咽喉感觉紧。感觉前额变得有一点紧紧的，就这样。从坐骨到上半身，细微晃动。我感觉腹部跟胸口有晃，细微的晃动，就这样。接下来我们也是做一样的事情，我会说出感觉，然后你当下描述。好。左右手刺刺麻麻。
好像只有前额感觉酸酸紧紧的，就这样。前额紧紧的，在左右手掌麻麻的，就这样子。腹部跟胸口有细微晃动。我觉得我的心跳变明显。就这样。接下来我们也是做一样的事情，我会先讲述感觉。前额酸酸紧紧，右手感觉右手前臂刺刺痒痒的。就这样。左右手掌麻麻的。好像也是左右手掌麻麻的。差不多。下一个，心跳变明显。这个好像还好，没有太明显的变化。所以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感哦，就是跟你前课没有什么变化这样，觉。对对对，所以它是中性的吗？我觉得可以这么说。那我们再进入下一轮，一样我会讲述感觉，或者是那个字词，好，是感觉。右手前臂刺刺痒痒的，现在变手腕刺刺痒痒，还有右手手腕刺刺痒痒的，跟右手上臂有点痒痒的。就这样。左右手手掌麻麻的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，就是跟前一刻感觉是一样。谢谢。最后是圆。跟着念一次"圆"，然后感觉圆，差不多，没有什么，就是跟前面觉得差不多。是中性的嘛。那我们再进入下一轮。先是感觉右手腕刺刺痒痒，右上臂痒痒。像感觉也差不多，没有，那个变化不明显，所以你觉得是中性的吗？现在我觉得是。接下来是跟着复诵，跟也是观察感觉。
至。至。感觉是差不多的。圆，圆。差不多。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三个字全部合成一个字词来念，那一样你也是跟着复诵。然后观察你的感觉，幼稚园，幼稚园。我觉得我念了的时候跟现在身体没有那个变化差不多。所以，有右脸颊有一些抽动，额头微微撞击感，两只大腿有点紧缩，身体有一点晃动，还有感觉得到吗？那些没有。所以现在会感觉"幼稚园"这三个字是中性的吗？就是我有发现，身体好像本来就有一些感觉。然后原本一开始那些感觉是没有，然后现在感觉比较像，就是刚刚一开始一直有持续感觉到一种麻麻的感觉。哦，所以是没有这三个字词出现的时候也会有的基础值吗？对。好。所以这个基础值的身体感觉还是一样的，然后这三个字词出现的时候，没有观察到其他的变化了。对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情绪文法就算是完成了。好，感谢你哦。谢谢。